去，你这垃圾这么脏，你长没长眼睛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每天跟这些垃圾打交道，脏死了。赶紧滚。阿姨，我帮您。别别别，小姑娘，这些不干净，别给你衣服弄脏了。没关系，阿姨。有新来的吧？装什么好人呢？我希望你不要跟你们公司忙。原来不是我们公司的呀，放得这么花枝招展，怎么想勾引我们陈总？你可真是不简单，一下子得罪了两个人。你过几天是不是要踩到我的头上说话了？啊？好久不见啊，陈总，让您见笑了。陈总，对不起。阿姨，我一会儿找人收拾，我先扶您起来。哎，陈总，你不用管我，我没事的。没关系，阿姨。给阿姨道歉。阿姨，对不起。温秘书，带着阿姨去休息，另外让阿姨带薪休假三个月。阿姨，你好好休息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接替阿姨的清洁工作，要么走人。陈总，陈总，你再给我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温秘书，把他的东西收拾一下，他可以走了。陈总，我可以，我可以清洁。行，陈总。陈总果然是陈总。你不也是陈总？能不能别在这给我一口啊？现在的汗臭味熏死了，切！王先生，你送外卖。王先生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喊一遍就得了呗，没看到他们在工作吗？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，陈总，你倒是可以换份工作了，带着那位王先生一起去人事，五分钟之后从我的公司滚出去。陈总，滚！哎，陈总他要跑了。不着急，先看看。你怎么回事？汽车也不看着点，不长眼啊。我，你说这怎么办吧？你说怎么办？先去买两根雪糕。啊？哦，好。陈总，你买雪糕干嘛？得吃啊。雪糕就当做赔偿了。哎，您的车我就算送一辈子外卖也赔不起啊。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，但命这辈子就这一条啊，尤其是稳着点啊，家人都在等你呢，加油。你刚刚是不是凶他了？今天面试结束了，恭喜你啊！啊，你现在没有可以说面试吗？我去，你有一个走后门的。等一下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是。陈总，五点公司。
陈总，下午2点的飞机，再不走我上台来不及了。陈总，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行程，3点开始商谈。小姑娘，那个啊，不知道不知道。小伙子，请宝宝看一下，我从哪个门进啊？别找我看，我不知道。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。陈总，我们还有商谈，时间来不及了。现在跟他们联系，时间改到晚上，他们可以等。大叔，我帮您看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叔，您跟我是一个入口，我带您走。大叔，求求我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这是我